哎呦，边个啊？准备啲咁嘅嘢，唔好讲笑啦。我见到上面有只话，裸体撩你，唔好。Yo， 继续系波子玩博 kick 哥 castle 系咪？今集终于讲啱咗，系 castle 唔系 castle。OK， 我都诶，次次发现咗我都唔记得咗讲翻啱。咁今次我终于记得啦，冇错系 castle。咁咧上一集我哋就已经发现咗阿哥哥。他原来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他是会杀晒个全家。唉，点解你会咁样？其实佢系恶魔嚟嘅，定系我都系个恶魔？因为我都杀咗阿莫基子佢哋，系我翻翻去呢个莫基国嘅世界，杀咗阿莫基子，亦都搞掂咗莫基王、莫基国王，系啦。究竟我跟住落嚟嘅发展会系点样呢？好啦，而家开始啦。唉，冇分别过呢个地方，都系周地都系血迹，唔通呢就系爸爸妈妈嘅血迹？我大家都唔讲嘢，哥哥，嗰个时候嘅你已经唔喺度啦，欢迎翻嚟啊！你突然之间飞奔咗出去，真系吓咗我一大跳啊！哥哥，对唔住啊，你已经坏咗啦。我已经唔会去第二地方㗎喇。佢仲係血色嘅眼睛，咁真係太好喇。佢唔会杀我哋呢，最后都係。刀声。我哋咪死咗喇。哥哥。点解哥哥。为什么你不避开啊？即是现在，即是直爷杀死了真爷，现在是为什么？我啊，希望能够将这一切都结束。对唔住，总系令到你有咁多个麻烦。唔系噶，完全冇啲咁嘅事噶。由你嚟结束呢一切，我已经相当之幸福噶啦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变翻翻嚟啦。对唔住，我咁唔争气。哥哥。总算同你重逢啦，欢迎翻嚟啊，哥哥！我翻嚟啦，吓？但我哋唔系插咗一刀咩？晚安啊！我。现在感到相当之幸福啊。吓，你杀咗你阿哥喎，咁都幸福？你咁变态嘅？那直夜先系最变态嗰个。但系二端莫吉哥呢？如家啦。OK， 如家啦，唔系啩？系啦，呢个应该系 good end 嚟嘅。咁故事发展得就，我觉得就比较超乎我嘅谂法啦。即正常你系阿妹唔会杀阿哥噶嘛？即证明已经其实阿直野已经系黑化咗，或者系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。系，即正常你咁深爱你阿哥。为什么你还可以对死他？然后最后我说你回来了，结果他死了，那你还很幸福啊。我那这一段就觉得是有些人格分裂的，开始主角。那中国来说，我觉得这个 game 是很正的，是的，10粒星我比9粒星的。除了因为他莫基狂非常可爱之外，非常 Q 之外呢，
好多嘅血腥啊，或者一啲比较恶搞嘅元素都非常之充足啊，好似啊，你知啲莫基哥好中意强奸少女咁样吓，呢啲你系意想不到噶，你点会谂到一个咁可爱嘅公仔会系啲咁变态嘅人呢？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，这个世界上冇强奸犯啦，这个世界系得翻莫基哥啦，系咪先？咁好啦，系咪完啦？Oh, happy end！ 但我觉得好唔 happy 喎，呢个 ending。OK， 系咪冇噶啦？有冇啲秘密嘅房间之类嘅嘢咧？诶，系啦，去翻呢个一开始嗰度啦。点啊？系咪好有趣咧？好怀念啊！呢本书系我写嘅，喺城堡入边伏魔咗一阵间噶。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唔同嘅定义，好深奥嘅呢。唔理系边个，都冇办法将幸福作为一个定义嘅。连我都唔太明白啊！咁你呢？你系点谂噶？啊，一直都系咁样噶。你嘅故事已经喺嗰一日结束咗噶啦。你曾经幸福过吗？咁而家呢？单眼莫吉可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那职业奖？佢系单眼仔啊吧？依家系咪怪兽公司？怪兽公司版莫吉可？好恐怖啊！即系点啊？而家职业奖系我哋瞓喺张床度系职业奖？吓？哈哈！是咩？果然唔得咧！我仲以为已经食咗咁多药，差唔多可以医好嘅咧。果然心死咗嘅话，即使系莫吉将都束手无策啊！玩坏咗啦，俾大家玩坏咗啦！啊，玩坏咗！今日要玩啲乜嘢呢？啊，你听唔到啊？咁样一个人自娱自乐，我唔讨厌喎，真系唔错咯。你能够喺幸福之中陷入场面，所以我就可以一直咁样玩弄你啊！我会一直都喺你身边噶，安心咁一世瞓落去啦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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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嚟啦，嚟玩啦，同莫吉将一齐，永远地。你有莫基将存在，噩梦就永远都唔会醒来。莫基Hello， 这 game 做乜嘢？当，诶，系咪真系完噶，大佬？头先吓死我。好多只莫吉叫啊！
咪而家介绍紧所有嘅莫吉哥咧？哦，呢个系莫吉哥 Husky。哦，你敢唔敢嘅将军？哦。好正嘅动画，哦，哈斯哈斯基将军大冒险，哦，有外传嘅《莫吉哥 Castle》，啊。是不是预告来的？有特点添，特点是吧？特点。哦，真的有啊，有特点啊，有这些神秘的房间。都写了个可乐。哦，我妈的，我妈的房的居民。Memento Mori？ 拉丁文，勿忘你终于一死。人生总会有一死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呢度系我 Mark 嘅房，可以欣赏一啲我 Mark 嘅剧情同埋角色嘅基本资料。而家离开呢个我 Mark 间房嘅话咧，就会从呢个新游戏从头开始。当然，所有嘢都会继承晒嘅，即系我成身都系仲系三火腿啦，好多嘢啦，系嘛？好多谢你玩呢款游戏啊，饭都要慢慢咁食啊。万烟中嘅莫姐。险仔，就算食到个胃灼伤，我都唔介意噶，莫姬。咕噜咕噜，啊哈！可乐真系好好饮啊，好好饮啊！想食三火都食到死啊！嚟啦，你都一齐坐啦，我都一齐坐啊！哈！我要边个啊？准备啲咁嘅嘢，唔好讲笑啦！我见到上面一只话。裸体撩你，哇！食我啦！仲要做咩摆两粒笑俾你两粒点头啊？所以有啲变态啊！好啦，就坐我哋，开始蔓延啦！诶，我哋就望其他嘢先。有张笔记，2012年4月1日。咦，哦，呢啲系之前嗰啲嘅相嚟嘅系嘛？哎呀，哇，哇，好正啊！佢仲不停咁样改变添啊，个样系会，哦，哦，值得收藏嘅一啲动画，哦，我有好多啊，哦。但是为什么有些问号的，可能那些是一些 back end， 我还没解锁了。我先看这个先。收音机开不开好呢？什么来的呢？收音机。咦、欸、?DJ 梅特。嗨，大家好。早晨。午安，晚上好。哇，讲完三样东西的。又到幽灵 DJ 梅特为你带来这个魔界广播。沾满鲜血 radio 的时间了，今天来的嘉宾是 The Procon 女高中生苍井直夜小姐。哇，拍手拍手，多谢啊 Procon。 直夜长又觉得怎样呢？对莫吉哥 Castle 的感想？讲真话的话呢，我都不想再参加这样的游戏了。那又是的，不过放心咧，喺外边哦，喺外传，喺外传嘅时候会俾你睇到啲更加恐怖嘅嘢，会令你失去好多嘢噶。啊，咁样就先唔理呢啲住啦。话说呢个游戏咧，我都啱啱出咗场噶，唔知你有冇发现咧？虽然其他人都有登场嘅，外传系乜嘢嚟噶？我未听过嘅。诶，咁咧，本节目嘅。本节目收到很多问题啦，咁而家就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啦。第一个问题是署名 K 元的 M 先生，
请我话俾我听，职业小姐你中意啲咩异性嘅类型噶？哼，职业将究竟系点样嘅呢？哥哥，哇，兴控啊，好呕心啊！啱啱唔系好过分啦、啊？即系话，因为事实啊嘛，我话啊，咁就继续提问啦。系署名色狼嘅先生，咁嗰、那个啊，请你话俾我听，职业小姐嘅初恋对象系边个咧？哦，哥哥，咁唔系近亲恋伦啦？你呢个背叛人类嘅混账，唔系啦，我哋只系纯粹相爱咋。即系你话恋爱系不怀居心嘅咩？都唔系啊！啊哈哈哈！近亲恋伦边有咁纯粹噶啦？你哋啲咁嘅死蠢！啊，署名最中意底裤先生，正话俾我听，职业上最中意嘅人系唔使讲啦，系嘛？好明显啦，系嘛？肯定是哥哥啦，你条粉肠唔得咩？都唔系唔得噶，喵！哈哈哈哈！咁我哋就继续换啲问题问下啦，啊，换个幽灵噶啦，喵！哈哈！啊，咁就系、是、啊，哈士哈士基先生，哦，哈士哈士基先生，职业系点解会被选为本作嘅主人公嘅？佢问点解你系主角咧？呢、这个知啊，唔知啊，搞乜嘢啊？我被问呢啲问题都好难为情噶，唔知道就系唔知啊嘛，好过分啊，好过分啊！嘈死啦，兴控同我收声，帮我同全国嘅兴控道歉。啊，竟然认咗啊你！啊，系啦系啦系啦。我呢有时候呢都会偶然去呢个莫吉哥 castle 玩下㗎。就唔好似你咁弱啦，莫吉哥乜嘢好简单就打爆晒啦。因为我是人类㗎嘛，冇办法啦。边个理你呀、啊、死蠢。好过分啦。讲返转头一直夜仗。咩呀、啊、你点解会鍾意哥哥㗎呢？点解呀啊。先唔系要咩话哈哈啊！你呢个冇用嘅嘢，哇！做咩有血迹个头顶？啊？做乜嘢？做乜嘢？好多血流落嚟啊！哦、啊，呢、這个啊，有时候就会流出嚟噶啦，好似流汗咁样嘅感觉啊！全部都系怪人啊！呢、這个兴控，你都好怪好唔好啊？明明好普通。啊，讲翻转头啊，你应该见到好多血噶啦，都点惯啦啩？未啊，其实嗰阵时我觉得只系感觉麻痹咗咯。咁样嘅话，就吃我一招啦！得真啊，做乜嘢啊？唔好咁样啊！污糟嘅血啊！讨厌啊！你唔系令我谂起莫姬子咩？啊，你讲嗰个癫婆系嘛？嗰个人实在太可怕啦！我讲翻转头，我都好似俾佢袭击过啊！后来点算啊？我走咗啦，咁又系嘅。咁啊，到翻我哋嘅问题啦。啊，署名蝴蝶小姐，职业点解要揞住一只眼呢？点解呢？学哥哥嘅。啊，都已经唔可以话系呕心啦，已经系超级呕心啦，好失礼啊！到底有几中意啊？好心好心，我就系中意啊嘛，有咩办法呢？但如果揞住一只眼嘅话，咁踩电单车咪好危险咯、啊？我都唔踩嘅，放心啦，我有我揸电单车，你就坐喺后面安心咁样坐住啦。啊，好可靠喎、啊！我哋而家做啲咁无聊嘅对话，时间都差唔多啦。唔一样，唔系一早系因为你嘅原因。职业将最后就同玩家们讲一句说话啦。真系好多谢大家能够玩莫吉哥 castle。
就呢啲啦。我冇啲咩可以更加厉害嘅内容可以讲喎、欸。我发现我个样蒙咗，我蒙咗好耐，我都唔知道。系啱啱我发现我样系蒙咗，蒙咗好耐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大家当冇见到我啦。今日系嘅，喵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咁就今日嘅沾满鲜血 Radio 又由呢个 DJ 梅特同埋仓者直夜将为你带嚟嘅，我哋下周再见啦。啊，下个礼拜仲有噶，唔知道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。那你 ，OK， 睇下呢个游戏系放好多小故事或者系动画或者系其他啲好有趣嘅嘢，例如呢个 radio 啊嘛，好过瘾。哎，有笔记喎，杀死莫基狂嘅方法。哦，就咁咪系咯，掹咗佢条尾，接下嚟就会发生一啲不可思议嘅嘢，莫基狂会吐出大量嘅血，当场死亡啊！做得好啊！女莫吉哥的兴趣，我真系二端莫吉哥系咪？诶，唔系，我系莫吉哥王喎，系咪？啊哈，我系莫吉哥王，今日啊，我就嚟爆料入边，莫吉哥令人哋哎呀吓一跳嘅兴趣，接落嚟再大量嘅 copy 呢啲笔记，发送到全国嘅每一个角落。啊哈，咁就快啲入正题啦。其实啊，嗰、那个女莫吉哥啊。哦，即系二端莫吉哥啦，因为我感觉到从门嘅另一边有好可怕嘅杀气，我谂今日都系算啦。阿迪苏，再见。吓？完全唔明白魔法嘅咒语，请你读以下嘅咒语，将会发生一啲好神奇嘅奇迹。那玛哈姆，那摩散哈玛那努，那摩散努那哈玛。那努山哈玛努那那木山，呃你嘅，好嘢！莫基子嘅尾巴同埋大腿好似好敏感，莫基，如果系知道咗呢个不得了嘅情报，莫基，莫基将肯定会几日之内死亡嘅，笔记上面有血迹。哈斯哈斯基系边个？哈斯基哈斯基系。啊、哈斯哈斯基，我就系咁哈斯哈斯哈斯基。虽然有住好似我哋莫基哥相似嘅容貌，但系系完全系似是而非嘅存在。佢嘅性质、身态、言行等等，两者之间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噶。唯一相同嘅系佢哋好中意食生火腿呢一点，但系冇好似我哋呢个莫基哥咁样咁崇拜生火腿啦。对于佢哋嚟讲，生火腿就好似点心之类嘅感觉啦。佢哋崇拜嘅嘢就系优格冰淇淋，恐怕佢哋系。冰之土地神啊！关于哈斯哈斯基嘅谜仍然好多嘅，特别系统治佢哋嘅存在。哈斯哈斯基将军有好多不明嘅情报，今后有呢个调查嘅必要嘅。此外，呢个笔记俾莫基子发现嘅话，就麻烦啦。我哋将佢收埋起嚟。嗰条友绝对系无关紧要嘅，哦，嗰条友总系对一啲无关紧要嘅嘢感兴趣，又有血迹。更衣室绝对唔系行为室。更衣室又喺换衫添，更换服装，咦，可以换衫喎，哇，正啊！三火都之神，哈哈，哦，咪三火都之神嘅服装就系咁样噶，即系笠咗个莫基哥王喺个头顶就得三火都之神，好嘢，奇怪嘅换偶装，咦，啊，哈哈，好猛啊，哦，我一只好大只莫基哥，哇，好大只莫基哥，冇生生。哦，哈哈，好过瘾啊呢个，呢个系咪单眼磨老虎啊？单眼磨老虎啊嘛，猫耳，哇，都系好萌啊，哦，诶，旗袍添啊，仲有，哇，耍功夫，啊呀，嚯嚯，呼，哇，我识中国功夫，吕布，哇，喺，哇，吕布咖啡，哇，我都面红啊，睇到都真系。跟住就巫师，哇！点样打针啊？跟住又系霍兰，霍兰即系咩啊？系咪我知啦，应该系男校服系嘛？男性校服，即系佢阿哥嘅校服啊，几英俊，沾满鲜血，哇！沾满鲜血嘅我哋，哇！有几分凄美。
国中制服啊，以前我哋着嘅制服啊，呢个系平常嘅制服。我鍾意毛生生，系啊。诶，可以变呢个 BGM。嗯，哦，呢个系唔同嘅音乐。咚咚咚咚咚。诶，可以变背景添喎。满月之夜，哦，好正啊！哦，好沉啊，而家。莫科古降临之日，诶，高高在上嘅神圣之帝，好搞笑，出翻嚟都系，诶，啊，变翻正常啦，我哋，哇，呢啲系莫吉哥嘅画，热端莫吉哥同埋莫吉哥王战斗嘅画，哇，呢个系乜嘢？好变态，怪兽，啊，呢个应该系下期预告嘅，哈士基将军。嘅嗰集系啦，哦，睇嚟有好多好多嘅资料啊，关于每一个角色噶吓，我哋先嚟坐喺度开始晚宴先。OK， 咩料啊？你而家根本就系抄紧呢个耶稣嘅十二门徒晚宴。OK， 我哋食饭咯，我哋冇饭食，我哋得三火腿，我哋食三火腿咯，你咧？我嘅同伴真系食三火腿啦。哦，哦，就咁样嘅啫，系嘛 ？OK， 啊，女莫吉哥，即系二端莫吉哥啦，咁佢就。七隻莫吉哥之中其中一隻，咁同莫吉哥王呢係绝对互相对立嘅存在。哦，王同埋女莫吉哥好似係表里一体嘅样子，即係一隻王即係绿色咁解啦，吓嘛。咁就、啊、失去火腿而无比伤心嘅莫吉哥。哦，就係经常被人抢三火腿嘅莫吉哥。呢、這个莫吉哥虫，呢隻七隻其中一隻嘅莫吉哥。各呢个系莫法鲁软绵绵噶。哈斯系三火腿之神嘅虔诚信徒哦，血之精灵，三火腿精灵啊，有啲奇怪嘅莫吉哥食点心，莫吉子啊，158 cm 哦，都唔系好高啲系嘛，兴趣系杀人暴力同埋玩玩具。中意嘅系对方痛苦嘅表情，同埋一啲哀哭。莫吉哥兴趣系色情，中意系女仔。阿二啲莫吉哥，哦，中意哥哥女中女高中生系直嘢啦，系啦，佢压力有70噶。点解压力会有70咁屈机咧？我记得我最劲好似。测验都系好似得个50多啫，压力我都系，系咯，佢70喎，佢差唔多可以一夜碾爆咗个苹果，太强啦！哇，丧尸冇咗个头嘅莫吉哥，冇头，疯狂莫吉哥，哦，我呢个喇叭吹喇叭，呢个系小喇叭定大喇叭？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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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莫吉哥有虫，柱形嘅莫吉哥，哦，莫吉哥 L， 我比较想睇下咧，反转，我同阿梅路过打酱油嘅恶魔嚟嘅，哦，黑角咧都系路过打酱油嘅普通恶魔，跌咗手机，所以喺度揾，阿奇，成日觉得点解阿黑角好似咁奇怪、咁神秘嘅存在？哦，呢个系梅特将菩萨，中意大菩萨嘅大菩萨嘅幽灵，哦，都系女过打酱油嘅女高中生，都系女过打咩女过路过打酱油嘅女高中生，哈士基，哦，呢个堆雪人，
哦，哈斯哈斯基将军，呢、这个就系下集预告嘅主角。唔识俄语嘅。好啦，咁啊，时间差唔多啦，都差唔多睇晒所有嘅内容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个系列，记得 like subscribe 啦。咁我哋就会拍更加多嘅 RPG 游戏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或者大家又想波子玩咩系列嘅话，记得可以留言去推介一下。咁我哋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，摩基摩基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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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